按这个，哦，他这样拍照，他这样在拍，对，他十五秒拍一张，按掉了，没有，他会按掉，他省电了，可是他有在拍，有在拍，可是他的这一台不会按掉哎，你挡住镜头了，这台不会按掉哎，现在他是摄影，哦，那是缩时哦，那台是缩时啊，这台没办法缩缩时，这台肯定是摄影，这个还没长好，关城。关城啊，继续往你的右边一点。从那个对，从那个角落拍。你从这个角落好吧，这边都没有人从那边喷过。来，过来这边。没有变化。水太少。那个罐子，你从这个角落喷，要喷到人了。好，你准备快点装水，你快没水。你喷到没有水才一张，好不好？你喷这个角落，喷这个角落，好了。罐子，你去干站干那个绿竹喷那个地方，因为这样才不会照你的脚啊。有水的呀，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你们觉得有在变化？没有变化，变化很少哈。为什么？想法。如果同一个底，为什么从这边这样喷的？这样就有了。其实主要是上面这个，不好意思。其实主要是上面这些东西都是一种对。下面的土来讲是一种保护，所以等一下你喷这些像这泥土，林信，你帮我拿一下，你可以试一下 ，OK， 喷在泥土的地方，可以树枝借一下，好，这边，哎，不要弄，那个林信，你要看着，尽量不要有人到镜头里面去哈。乔安，你的手有点进去，啊，你要干嘛啦？脏，没事。好啦，要吧，你去吧。我把这个再挖开一点哦。哎、欸，所以摄影机感觉有点快没电了。来，先看。如果是掉一条中竹，碰见一条裂缝。有点太多了。旁边那边都是。所以你的摄影机没电了。没电了，快没电了。快。就拍到它没电。还没关掉了，快关掉。赶紧拍它没电，没关系。我蛮想做个竹子的。竹子也可以。因为它长的时候，竹子有时候很难处理不掉，它根会慢很慢。我不是那个，我那一条裂缝，像那个树木一样的，是我们把树砍下来，然后可能是我工作维护。哦 ，OK， 可以啊，也可以啊。都没力了，它变成你要小心。啊，没有那个吗？没有那个消化那个吗？就在那一个倒就好了。说啊说，因为现在好累哦。好累哦。好了，你去拿一桶水了。去拿一桶水。绿竹，快点去拿水。不是、啊、你干嘛？没有，你就把瓶盖打开来，它就倒进去就好了。OK， 好。太快了。哎、啊，你这样喷也没有，也不会湿啊。因为它那个土。周伦，拿一桶水用冲的、哦。拿一桶水了。耶、yeah, ，这个好玩。冲的。你看那边有没有大的桶子？拿整桶的水来。认识。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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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。哈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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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意，我跟你换个位置。算了，那里感觉很脏。这里比较宽敞，我喜欢。灌成水龙卷方式灌溉啊！
风筝的。去拿桶水啊！再转一下。你肉比较好吃。没有。可能等下就会被冰了吧。我说我可能等下就被冰了吧。冰，你冰。好快，好快！我喜欢这个速度。水龙卷真的，哎，等下你们两个装一桶水，然后来比看谁比较快。我跟你讲，那个桶水已经用塞了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继续啊。有他们用塞的啊。小易，我要零。我想要零。帮我拿，我要教一下，我没有教过。我帮你拿。帮我拿一下，哎、欸，我要拿，啊、来、啊，我要拿，你等我一下。不要去遮到镜头，你们都从镜头。真的是没衣服。就教这副镜头，啊，啊。哦，好痛。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，对对。哎、欸，绿竹你挡住镜头了。啊！哎、欸，我崩了。好了。到，等一下，三。给我，给我。我有很有创意啊，要抽底。我去拿这个。哎、欸，有嘞，有嘞。哎、欸，有条小溪。我等下去洗脚。秉性，你直接跳下去。小心啊，什么跳下去？他才跌倒了，跳下去。小雨竟然有了耶，好开心哦！对啊，小雨竟然有了，好开心。我听讲怪，小雨现在有宝宝了吗？所以龙卷又塞了。泄洪啊！还有吗？再一桶就好，再一桶就好。来 ，Kiki， 我没力了。哦，你们这样子破坏，我穿的鞋子被揍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鞋子不防水、欸。你站过去一点，站那边，站那边。啊？那边没有积水啊。那边的。对啊。我又干掉了。你过来这边浇，过来这边浇，过来这边，过来这边。我没有查水的时候拍照。啊，没有关系，来看一个地形这样，从这边浇，从这边浇。小雨你的手，你不要挡到，过来一点了，从这里的，哦，从这里的，从这里浇。对对对，从这里。整浇。过去一点 ，OK。浇那个洞啊，浇那个，哎，就这样子。没关系，浇那个洞没关系，嘿。哦，不要碰我。快来走，不要压了。你的脚都要洗了，你就……啊，我的脚也湿了。没了，继续再来。还有一桶吗，小雨？所以雾变大了。好，我们先这样子。是烟吧？对，有人烧东西。看起来不像雾啊！你看我们那里都没有雾。那等一下让他拍，等一下让秉性这一桶浇，我们就。告一个段落，我们就这样看一下。哎、欸，再又装一半，好多。装满，装满。嘿，都可以这样。有人要撑吗？哦，我等，你进哪桶？去撑啊！笑，我在修一，我跟修一感到不爽。
现在喷水了。哈哈哈哈，休息一下好了。你们可以先进去了。不行，我们必须要在这边观察完。你在观察吗？你有在仔细观察吗？那你们脚都跑到镜头里面。对，仔细观察，看一下脚进去了。对，好像没有什么差哎、欸，没有什么差。对啊，我觉得它也。好像崩了嘞。好、哦、的，它有崩，它有。仔细看一下下去的那个沙子，还有它下去的那个石头是怎么回事？大家仔细观察一下。就是我们要。冠城，要不要过来？我他来了，他来了，立足下去，去。他等下跌倒了，弄到衣服湿了。他不会跌倒啊，他是哪里好？他两桶不小心挤到就喷出来了。不会，他厉害。冠城去吧。秉信，人家刚刚讲拿一桶就要拿两桶。过来一点，就中间就好，不要那那这中间。水量不够，笔芯不用再装了，不用再装了，不用再装了。好，我跑去装那一桶。好 ，OK， 那一桶结束就结束了。哦天啊，你关水不用再装哦，应该知道了。来，乖一点。我不行了，我要洗脚。我真的饿的。然后小时候我们家院子很多泥土，然后我们就冲水，然后来那边玩，然后这边乱烂烂的。还有院子哦，后院。还有后院哦。有啊。我只能那么讲，有啊。嗯，我阿嬷家后面有。觉得好棒。有花园。如果用石头堆的话，感觉能站。这有疗愈的效果。哎，路径耶！好，快点，快点。我下去了。所以现在干嘛？所以。所以。仔细观察一下，现在到底看到什么？什么都没看到，可是看到一大堆石头往下流。我只要想赶快去室内。哎，刚才你要过来啊？不要，好，那算了。不要跟线虫待在一起。算了，随便你，我不在意，你不想撑伞就算了。好 ，OK。那个摄影机可以关掉，帮我合起来就好了。啊，这个再关机。